提示的亚洲葡萄台飞头一摆到台湾举办，从五月台湾千里葡萄协会就邀请的五月韩国葡萄组织同代表，实际去到种植线路，其中的三条又是工作站的示范路线。亚美黑协会同韩国的葡萄组织到疫情发生过后，隔个两三年再过去到实体参访的交流。听听大家喊你三度，感受受那点点解散那，也是种子石路当中独苗里界民风古土，其实个亚洲葡萄大会跳一摆来推翻盘，撒下来盘界行路嘉年华，特别显出种子石路当中界新竹关系土南石公古土，苗里四滩民风古土，韩国苗里台夫罗冠路界出风行。台湾千里葡萄协会邀请韩国五届葡萄组织来感受下种三年投入界人文风情。闽风葡萄都有济州偶来那个小马放在那个有一步道的那个指标嘛哈，啊，过来都会路管路，路管路一摆有水波 Q 用一个手作步道的方式来整理，所以嘛做得来传外国人来推广，啊，还有关系一条哈。因为有老街한국의그길하고좀차이가나는거는좀인상적이었고그런느낌이들었던거는굉장히높은산까지도예전에만들었던돌예전에만들었던돌로된계단이있고그리고높은곳까지계단이있더라고요그런것들이또잘유지되고있고1908년한국지주牛奶葡萄提示五号路线老种子石路街民风古土改造牛奶葡萄他们看风过后，再过来做交流。在被参访的路线当中，美黑协会会老台湾千里葡萄协会合作，邀请在地的社区组织审理种子石榴工作站过后，头一摆款待外国葡萄组织来参访。在地安尼也当做种子石榴的义工、职工，给他长期也有参与啊。啊，像给他的一位老了的外国的朋友啊，讲这条路的故事。毕业了的地带啊，种植石榴对客家人的意义。闽风古土老自主牛奶做用于葡萄果后，推翻千里葡萄港，撒下来为继续加深相互的交流。明年协会每位去日本共赏牛奶，韩国调制的葡萄，爱学日本宝贵的经验，从此葡萄永久发展。下个新闻采集会，请有新签名机推杯妙丽葡萄。